好久没有更新了。跟大家讲一下，我本来是在本部，然后后来因为五月中的疫情爆发，所以现在就被派到这边来做志愿，然后现在也已经才大概2个月多了吧。想说记录一下，是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晚、最后一夜，因为这边即将要收掉了，因为疫情已经缓解。那我讲一下平常我们都在干嘛好了。我们会穿三级防护衣，然后就是所谓的土宝宝装，然后学生会穿得很完整之后，然后会搭配一个检查，然后再上去看有不舒服的病人。如果有状况的话，比如说血氧低，我们通常现在血氧如果低于95以下的话，就我们就会直接把他送去医院就医了。现在楼上的住民只剩下6、7个而已，然后今天的刚刚已经解隔掉2个人，对，早上的话还会有4个人要解除隔离，这样。Thank you.
他要看一下镜头。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装饰吉安装嘛，对，没错，装饰吉安，装饰吉安，还有漂白水，等一下要，等一下要下班了，消毒用，对，等一下消毒。那你们在最后一页有什么感想？舍不得，舍不得，没错，舍不得你了，舍不得我们，舍不得我。可是明天不是继续上班吗？他可能就是上班，不是没有你，没有你们啊，对不对？有你们上班才开心啊！我们没有你们之后就，对，我跟那个，所以我们泡四级安的，对啊，我们自己泡，对，我们自己泡四级，也没有人拍照你。